把这名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你个老杂毛啊！可闹更可闹，严嵩老杂毛，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哎，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哎，我说呀，咱们上个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我说有人吗？有。见过太爷。哎，书童，咱们上个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那好啊，不知太爷意欲何往？哎，咱们下乡查看呢。是，下边的。太爷要下乡查看，押到人伺候了。哦。太爷，咱到何府拜客吃饭呢？啊，什么拜客吃饭？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要是叫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吃罪不起呀、啊！是啊。哈哈哈哈哈哈！下乡查看，下边的。
闻着的啊。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攀援，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问一趟，开开张吧。那好啊。叫王侯打。民女上跪。见过太爷。这女子。你是状纸还是口送啊？民女现有状纸。哦，转状。
起中据告状人丁敏如烈修营烟房一十八栋砖高烟囱准备行后这起一品告官人他一时走个宗祠行穷大字登记又千八路身怒夫之后烟纸惊驾多愁烈搜求的僧烟纸一击不成而成僧带领家丁难入行穷我否定烟纸火火大僧说三次就赔下不去我一伙好姑姑领地又愁了毛有缘不成的王子的烟追大字的身子里又是毛太爷请太爷的来吧这位女有冤枉可恨老高明足是丧天殿丧天殿老高明你个老气魄重庆的圈子横向的两名之女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赠品待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太爷严嵩之道丢官失效性命难保北门伺候今日暂不查看直奔安源去认证
我堂城碰上少爷，赶快坐稳掌吧。哎呦，云臣，我头疼啊！
了。